火龙果，这个火龙果都到一个星期了，应该我给它忘了。尝一尝甜不甜？哎，还行，就是不是特别甜。不过还是挺新鲜的，这都到一个星期了，水分还挺好的呢。没有电了，手机。好，这个心儿很甜很甜啊，天哪，不该用手拿的。